盐、味精。盐和味精在这儿。啊，这里面有。这里都有啊。我买了鸡精，你们喜欢吃鸡精还是味精呢？你喜欢吃鸡精是吧？我其实都 OK。那他们放哪儿去了？哦，对，在这儿，你看看，来来，我这好像零食。他不会放冰箱吧？有这种可能吗？哎，不可能！我刚才看到他们在翻呢。我下去一下啊。好的。咋样？哦，不行，帮我一下，我这只手拿不住了，快！啊，还有吗？太沉了，不行了。早说呀，拿不住了才说。还有一个。想再坚持一下，因为就剩几块儿。OK。OK， 给我了，这个给你。哦。没事，来，把这个可以给我了。好。这个才是幸福哈，就生活中。帮你搭把手，哦，哎呀，切到了！怎么了？你小心啊！没事，切指甲。你我来切，我来切。没事，已经完事了，快了。小猪好习惯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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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驼背。你的麦能不能放腰上？侧边，侧边，移得过来吗？移得过来吗？可以吗？别驼背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你多指挥，对，然后不然的话，你会显得，就是你这样再做就会容易驼背。对，探脖，驼背，我的标准姿势。对，挺起来，对，回答问题一样。注意啊，注意啊。对对对对，别驼背。哦，你看你，哎，哎是吧？好丑啊！我这个真的是我想捶我自己，有的时候。我现在大概能猜出来这个小猪是干嘛的了。哦，健身教练。这里够吗？差不多了吧。你头发。那边，你快啊！就帮他弄一下。咦，好，你们俩这是就磕上头了，这是一个 crush 的瞬间，就是心里面会翻起来。你能教我一下，我来吗？你是不是力气不够？对，不是力气，就是有点太容易往外溢出去。让我试试，让我试试，让我试试，来来，来，你等，让我试。是把翻进去，一定要对，一直翻，一直翻，因为点一下它有点糊，是这样吗？嗯。哎 ，sorry， 没事，它这个盘子没烫到你就行。哎，还盖上保温，这种很重复的工作，你可以教我做。然后你来，你在这扒拉扒拉，我先好嘞，行，好嘞，这个贼东北，来，你快来，你在这扒拉扒拉，我你从一开始就应该叫我来扒拉扒拉。我第一次做饭，是吗？差不多就行了吧。来尝一个肉。小心小心，行啊，真的假的？可以尝一个。我等会儿吧。嗯。哎，哦呀，糊了糊了，哎糊了呀，糊了呀，糊了呀，糊了，坚持一下，别糊。发了的事我来，你别烫着。好辣，好像。
对，你就炒它吧。哎，你说我们俩是不是傻瓜？咋了？哎，我把它倒出来吧。行，你可以倒到那个对，倒出来吧。对，醉了，这个叫做得来全不费工。Hello。啊？咋了？我看一下，然后想下来运动一下。可以运动运动。你们用过吗？这里的？还没有呢。他们应该还在研究。你平时运动、健身之类的？我就做一些有氧。有点不好意思。好可爱。哎，你用过那个跑步机没？要试试吧，他是专业的。我啊，我准备用一下，但是你准备用，那你还不如户外跑呢，外面风景很好的。真的吗？可以早晨晨跑，他都晨跑。就那个湖，你看那有个人在跑步没？哦，这个老张好矛盾。我觉得他内心好纠结。对，他也是有感觉的，是吗？应该他有，我觉得他有，我觉得他也不知道自己喜欢谁。有可能。他可能之前有对他有兴致的时候，因为小潘的出现，他有点退缩了，往后退了，就感觉他当中就有各种的滋味，就自己在转变。所以他要是来回这么几次，他就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了。对，就不如下一个决定说，我打开自己试一下。小潘就是这样，喜欢就是喜欢。早上要不要？试试跑步可以啊，感觉还不错。你要是早上有时间的话可以一起。你跑多长时间？我跑啊，半个小时吧。倒也可以。临睡觉之前我再问你一遍，你要是想跑那就明天早上。OK，OK， 小潘真的很主动，这个、很直接。我跟你说怎么用？真好，我以为他忘了这事儿了呢。你说对，慢点。我看一下这个城市有，就是要调速度的，估计。长按就是一直加，然后手放在这就是心率嘛，那这个会显示一个心率。我看看我现在。你别放，你一只手可以啊，哎、停止了。那就是停了，就是这样，停了，就是大概就是这样。OK， 走吧。你一会儿把这发给你出来的。那我找一下，待会儿带给你。他俩真的是很像剧啊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这是除味的。是不是这个嘛？这个带盖的，这个就是除螨的，这个是会除味的，就是可以喷在。我刚喷了一下这个。哪个？这个？这除螨是往床上喷的。对，皮肤好。对啊。大车笑。老张的反应有一点儿。你们其实已经可以想到。有点滋味。这好有仪式感啊！给他揭开的时候。放在这儿是吧？拿上来陈。放到这里。你吃多少？